你们真的好像是我触不可及的美好。累了就是累了，讨厌就是讨厌，知道吗？人朝着理想奋斗的过程就很像追光者，只要付出了努力，结果都不会差。我好挂记你呀，仲有我好中意你呀。不给自己一把，是不会知道答案的。该坚持下去，坚持梦想。生活很苦，但幸好你永远是草莓味的。抖音